大家好，今日来做个咸菜豬肚湯。虽然是家乡，但现在呢，豬肚啊无着片，所以呢，我是算一个硬菜来个哈。那么今日呢，买了一个本地豬肚，啊，香香甜甜，明早就睇下青豬肚，一支孟西骨。那就说咱熬豬肚呢，唔是白只熬，熬着个骨头来过。那么孟西骨呢，伊又是有肉味，有骨香味。来花豬肚就啱啱好，这个呢有一个咸菜啊，然后好着咧，可能一般豬肚切来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听声就是先纳掉一个香啊，袂甜甜。那么纳香的咩个呢？好在朋友用好在方法。那么今日呢，我喜欢的就是上落音啊，如果有粗音落粗音，就这落这纳啊，音呢本身又会缺杂味啊。那么伊有啲惊臭臭嘅颗粒感，那么又变非常过一届，然后一届香呢加一个豬肚来脱离，你买蛋个豬肚啊，那个手感算是袂错，柔柔，好，拿差唔多，叫做零头冲水，豬肚生咩生，豬肚生高興啲先。等於點樣包嘅時候呢，就是嚇、啊，就是這樣。OK， 出去啊，然後肚邊啊，即係對啊拉呢，卡嘅用刀嘅料掉。OK， 那麼出拉料白後，咱放個清水去落殺，先殺掉是過水，這是要剁半絲骨。豬肚去滚两滚，就给撩起来。就零头再冲水，起来回来当好加碱嘛，顶下香，用刀剑，给烤掉。后面再给烤一过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豬肚也水白，一定要就上个石烧，莫焗焗哈。除去所有除了煲，除了咩解都好啊，你爱咩搞一锅也好。平时过生落，放清水，然后豬肚搞解落。这个时候呢，爱落点胡椒，胡椒轻轻捏解，爱破啊，破都好啊，无一脆哈。啊，那么爱破呢，就应该胡椒皮咬过出。有落音，当同时音落。啊，有朋友曾经问过，但系能攞牛物件啊，特别是炖汤，唔是贪音就叫袂正落，对。那炖汤音叫袂正落啊，但是牛豆豆呢，花时就生落啲音，个豆豆起来呢，当然袂晓白正啊，口感好，味道正好。OK， 滚起来，加开温水火去慢慢熬。熬了点半钟，我把熄了呗。嗯，啱啱好啊，夹脆，把种黄汤给带出来。那先来做咸菜，咸菜切起来那是来片片哈，虾多就想吃片再片过来。如果惊较咸呢，水者，那么弄水者后呢，给蛋打出来，最后再豬肚，豬肚给剖开出来，豬肚再烤，半下多啊，也卖过下，这个起来呢，才有口感。买较薄，即是豆浆，豆浆咧就我做买做一较厚，吓、啊，好了，那么接落来呢，就是个芝麻，吓、啊，汤滚咸菜落，你落直接汤的时候呢，一个咸度，你就个咸菜，个咸菜较会咸嘅，咸菜落，豬肚落。滚起来，即时就好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
可以幫佢哋芹菜落去，釣下清鮮嘅味道，然後可以攞嚟變成補供食喝。啊，那麼這樣呢，就是能釣上能愛養鹹菜豬肚湯。